嗨。你刚到、哦。我迟到。但是顺便带了你的晚餐。不好意思，刚刚那个急诊室伤患比较多，然后我没有办法。没事啦。可是现在这个时间应该算宵夜了。还是晚餐，因为我也还没有吃晚餐。那找个地方一起吃。可是我今天不能太晚回家。还是我载你回家。Let's go.